接头我是来江宜市，江宜市政府跟云嘉南就业服务中心今天在市府中庭联合举办求职好运幸福加一现场精彩活动，有28间厂商提供811个工作机会，吸引将近千人的求职人潮，初步每合261人。市长王敏辉、台南执行中心老板董碧西以及立委吴玉珍、李俊业拢到场为求职的民众加油。在江宜市政府中庭的求职好运幸福加一现场精彩活动，有科技大厂、友达光电、视频以及音乐、玉通观光饭店、统一超商等等26间厂商参与精彩，提供811个工作机会。江宜就业服务站表示，有4间观光饭店参与扩大精彩，会当看出观光产业带动服务人才的需求。在这个区间的募集，总共有188人投入，初步录取40人。新的玉通饭店将在9月份正式营运，吸引100多人来求职，录取26人。嘉义市长王敏辉感谢云嘉南就业服务中心，表示在嘉义市政府提供良好的媒合平台，让企业得到好员工，劳工朋友也找到好头路，创造双赢，欢迎企业过来嘉义市投资。我所建立的就是一个平台。所以今天呢，在这里这样的机会，看到大家很热诚，我们又有相关的配套，无论从外在的、从纾压的、从我们就业的加油站，不断的给大家充实。我想机会是给准备好的人的，我们希望借这样的机会，大家找到好工作，我们企业界找到好人才，共同劳资双赢，能够共同为社会来努力。今天的这个征才活动啊，我看到有非常多好的职缺啊。来自于我们嘉义市的一些公司或者是一些工业区里面的一些职缺，目前台湾的一些工作和岗位啊，我们要朝一些正面的方向来提升啊，能够多创造一些比较具有高产值、高价值的、薪资比较高的，然后呢劳动条件比较好的、福利比较好的。我发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征才活动啊，所有的职缺啊应该都符合这样的活动。福州在现场更加活络，感谢传统文化布袋戏剧场求职加油站提供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健康咨询、义诊、板面、视障按摩体验、加载金衡皮壳工厂成果发表等配套作为，和平众以愉快心情参与面试活动，更加热络圆满。最新新闻，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